爱的泡泡狐玩具呀、啊。我会唱歌，还会跳舞哟。小朋友们，泡泡狐的电池和主开关都在它的后背哦，打开魔术贴就可以看见，非常的安全和美观。这里是它的音乐开关，打开后它就可以唱歌跳舞哟。小格，把开关打开，我们一起跳舞吧。好的。小小子和泡泡狐开心地跳起了舞蹈。嗨，小朋友们好，我是鲨鱼宝宝，我也会唱歌跳舞哟。看了开关在这里，我们按下它也会唱歌跳舞哟。小朋友们，鲨鱼宝宝非常聪明，只要我们拍手或者拍他的脑袋或者大叫一声，他都会动起来哦。小格，这里还有鲨鱼宝宝护光，还有泳具和补充呢，那我们打开来看看吧。看，小朋友们，好可爱的鲨鱼宝宝护光呀。小泽拿出了布书，我们一起看看吧。哇，好漂亮的布书呀，我们打开看看吧。小朋友们，泡泡狐系列的玩具和书包还有布书都是环保材料制作的哦，对身体非常的健康哦。哇，可爱的鲨鱼宝宝一家。更多泡泡狐精彩视频内容可以全网搜索泡泡狐在线观看哟。小朋友们，听说泡泡狐主页的店铺还有很多又萌又有趣的玩具，有兴趣的粉丝们可以去看看哟。